你对这些女兵比较特别，我都试一试。还能不能跑？可以。我演的曹彰，伤养好，我们赶快回到训练，这才是你要做的事情。毕竟我也是连队的执行官，我已经不是你以前的小学妹。我希望以后在部队，你可以留一点面子给我。TVBS 42台《女兵日记》。TVBS 42台。